哥哥，乔梦，你妈，家旺去哪儿了？他没回来呀。没事儿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小孩子不会有什么脾气的啊。嗯，怎么搞的？你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不要脸什么你的，还我，给我，是伯伯拿给我的，我们家的当然是我的。玉莲，不要跟他抢了，我都给你。哼，谁稀罕？我不要你们两个拖延瓶摔着我们房间，出去！家门出去，听到没有？出去就出去，谁稀罕？瞪什么瞪？玉莲，我们走，枕头留下，还你。哥哥，我们今天要睡在哪里？出去睡。你热了吧？我帮你去找把扇子。外面凉快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妈，你不在房里陪金凤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妈，翠娥她……她吃了药，已经睡了。我去看看她吧。我说不用就不用，你别多事了，去去睡吧。啊，去好去、啊。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去去去。哥哥，我想去跟妈妈睡。快睡吧，以后不能跟妈妈睡了。玉辉，玉辉，玉莲，玉莲，孩子，来来，醒醒醒醒醒醒，醒醒，来起来！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是家旺他们把我们赶出来的，他们不让我们睡。走走走走，起来起来，走进屋去，走，快起来，进屋进屋，快！家旺开门，家旺，家旺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屋睡啊？我不想跟他们睡，我讨厌他们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他们也是你的弟弟妹妹啊。他们才不是我的弟弟妹妹，都是你害的，不要脸又娶个小老婆。
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要脸，要娶个老婆不要脸。东升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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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，爸爸打人。翠娥，东升，你怎么三更半夜打孩子啊？翠娥，我妈，爸爸他们打我。啊？他们是谁呀？翠娥，这是玉辉，这是玉莲，他们是金凤的孩子啊。金凤的孩子啊？金凤是谁呀？妈，就是爸爸再娶的老婆。东升，我还没死，你就给他们娶后妈？翠娥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逗你玩的，是我让你娶的，对不对？家旺、家欣，听妈妈跟你们说啊，爸爸呀，给咱们娶了后妈妈，是为了帮妈妈照顾你，还有家欣。明白了没有？别哭了啊！妈妈，他最偏心了，他们一来就偏他们，还为他们打我，我不要。为了他们打你，东升，你为了你的小老婆打我的孩子？翠娥，你听我说。奶奶，你们两个怎么从新房里出来了？我们昨晚跟妈妈睡的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他睡在椅子上。哦，这没你们的事了，刷牙漱口去吧。玉莲，走。哎，哟，还真的睡在椅子上。东升，东升。哎妈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带俩孩子来这儿睡？是家旺和家欣不让他们兄妹进屋，把他们撵出来了，我没办法。家旺家欣怎么能这样？咱们这两个孩子越来越不像话。不过也难怪啊，你说翠娥现在还住在家里，你说两个孩子能接受金凤吗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孩子还小嘛，
过一阵子，他们自然就习惯了。